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YY 滑头直播间。咱今天给大家讲讲那个拉肚子的事儿哈。拉肚子在咱医学上又叫腹泻，几乎所有的人都得经历过那么几次。而且这个腹泻威力巨大，就像武侠小说里边哈，你别管什么彪形大汉还是武林高手，只要一剂泻药下去，你也得拉了。先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腹泻哈。比方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一般你像那个细菌或病毒感染之后呀，它有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物质。这些有害的物质呢，就会和肠道里边有些细胞反应。正常情况下，那个肠道细胞是把人体这个喝进这个水大部分都给吸收了哈。结果这个有害物质跟它这么一反应呢，导致什么呢？这个肠道细胞不光不吸收水，还往外排水。就好比这个什么呢，那个肠道细胞上的这个有个水龙头开关被这些有害的物质给打开了，你想那还了得啊。那还不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了。这个要抓个典型啊，那就属于叫做霍乱。而且霍乱属于这个恐怖分子啊，属于这个烈性传染病。还有的人这个腹泻是怎么引起的哈，是因为这个消化不良，或有的人吃一些凉的东西以及这个肚子受凉引起的。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像有的人或者周围的人啊，有做过这个肠镜的，对吧？一般做肠镜之前先干嘛？对吧，先得把你这个肠道准备。你别进去人家肠那个镜子进去里边全是粑粑，你让人看啥？去看粑粑呀，对吧？所以说一般他那个是需要喝一个什么东西，叫何爽。何爽这个东西啊，你喝进之后不被人消化，同时呢一般还得喝大量水。而且这个河爽可以吸水的能力很强。它就好比拔河一样哈。那河爽那个肠道里的这个细胞呢拔不过这个河爽，那怎么弄，对吧？这水还不就顺着你肠道下去了，对吧？那不就泄了吗？一边又一边，所以你肠道啊就这么被那个冲洗干净的。所以说如果你比方像有的人吃了一些不易消化的东西，或者有的那个消化功能本身就不好，像胰腺什么分泌酶不足了，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被消化的一些东西呢，有的可能就要带走大量水，对吧？你肠道细胞你拽不住人家，对吧？拽不住水，那水不就跟着这个那个什么有些不易消化的东西不就跑了吗？这不就拉了吗？还有人比方爱吃些凉的东西，对吧？凉东西一方面它会导致你，虽然你上面那个什么了哈，那个爽了，对吧？有的吃完特别爽，但是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还有的那个凉东西，你知道胃肠道细胞它实际上不喜欢啊，它怎么办？它就得抓你排出去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这个腹泻。还有人属于什么呢？睡觉不老实。第二天一醒来那被子不知道跑哪去了。那肚子不就受凉了吗？受凉之后呢，一方面的是什么，就是当然有时候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哈。还有的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胃肠道蠕动特别快，它冷嘛，受凉了它就快。你要本来那有些食物残渣得在体内吸收20多个小时，结果你这下几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不就夸就拉了吗，对吧？当然了，还有的人是一些少见的原因哈，比方说像有的人吃一些有毒东西中毒了，或者被人投毒了。还有的人那个胃做个手术大部分切了。以及像甲状腺有的人有问题啊，也会引起这个腹泻。当然这些咱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哈。咱给大家讲讲怎么办。先给大家纠正几个误区。第一个，有的人一拉肚子就吃那个抗生素，对不对？说实话这个不可取哈，也不对。为什么？实际上正常情况下人用那个肠道里边是有很多这个细菌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对人是有好处的。你看本来像腹泻的时候啊，这个菌群都失调了，都是上的上残的残，结果你又来这么一壶这个抗生素，对吧？那这细菌不更毁了吗？所以有的人甚至一拉肚子吃这个抗生素啊，越吃还越重。当然了，你要是真有明确的这个经过这个化验有明确的什么很多白细胞的那的啊，有明确的感染，这个有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吃些这个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第二个说这个腹泻之后能不能立马就用很强的止泻药给它止住呢？说实话这个咱也不太建议啊哈。
尤其是当它确实是由这个细菌或者一些病毒以及那个吃了一些有毒的东西引起的。嗯，你想想，你吃，实际上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腹泻是对自身有保护作用的。你想想，假如你手里有个手榴弹快炸了，你怎么办？你抓你得扔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胃肠道感觉它有这些坏东西，它也想把它给排出去，结果咔一下你给关门了，对吧？啊，那细菌病毒的那的以及那些有害的东西不在你肚子里开花了吗？嗯，这是坏事了就。嗯，所以你说、啊、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你怎么办？嗯，哎，所以我给大家说怎么办哈。你像我拉肚子啊，一般来说，也不吃什么那个抗生素啊，嗯，一般就买点什么益生菌，像美肠啊呀、整肠生啊，家里有小孩，小孩吃的有些叫妈面，那个也是这个属于益生菌类的哈。嗯，调节这个胃肠菌群，嗯，有时候稍微重点，可能再配合点蒙脱石散，嗯，可能很快几天就好了哈，嗯。另外呢，这个腹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嗯，还要注意呢补充那个盐分，最好能喝点这个淡盐水啊，因为就是你拉肚子不光拉了很多水，嗯，还带走很多盐，嗯，这个盐啊丢失的时候会很危险的。啊，有时候甚至导致这个心脏突然停了，嗯，所以说一般你要去医院去看那个拉肚子的时候啊，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开点那个口服叫补液盐，啊，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如果说你上吐下泻实在喝不进去，嗯，那有时候就只能先从那个打点吊瓶，先暂时补充一下呗，对吧？嗯，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没事就老拉肚子，老这个，或者说有时候还带点，不是带点血就带脓的啊，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医院好好看一下，你怎么也得弄个肠镜进去看看吧，看里边都有什么问题，是吧？嗯，好了，咱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哈，嗯，拜拜。